你喜欢香港的女孩子还是台湾的女孩子？其实就是没两有个地选方，择。两个地方的女孩子都不同。香港就比较新潮一点点，好像陈发荣，对，比较新好像潮，梁小冰，对对，非常新潮的。然后我们台湾就比较古董一点，好像比较温柔。听到没有？所以我就喜欢郭富城上节目。台湾的女孩子都比较温柔。什么叫做古董？我成了古董，见到你母亲，我要叫什么？小孩子胡说八道。